这个游戏是比的是营业额嘛？对，不是利润嘛？不是营业额，所以就代表说我们成本多高都无所谓，是吧？我们成本真的很高、啊，对，因为最后我们营业额赢了之后，我们把对方赚的抓过来嘛，对不对？哦、所以我们只要赔本的范围是对方营业额的范围以内，我们就不会亏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这边赔一点没关系，但是赚对方的钱。没错，我们重点是要把营业额做高。我等一下会卖 fast pass 哦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我会拉两条。小天这边有刀，一条是可以插队。这个号码牌啊，加20块不用还回来。我这样比较快。你好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一个套餐。好。公关加拍照。也就是如果买拍照的话，就可以在那个区域里面就无限制的拍照，然后你会得到一个贴纸。如果有人去找你查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区域？”你就说：“我有贴纸。”你是不是领了很多钱很开心？欸、对啊，你们之前在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们脚踏实地耶。哎、欸，对啦，我都是小小聪明居多。没有，你真的是大智慧了。最需要被拯救的，可能还是那个。单价的部分啦，可能要创造一些比较高单价的商品，这样。大蒜就切多一点。我来切。有，这里他们昨天有切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太不上去了。哎，太吓死我了！后面很烫，对不对？哎，嗨，欢迎，哇！哎耶！欢迎！你好，你好。是，哇，我来拯救你们了，拯救我们，哎，感觉好像你在外场一直在讲笑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就是不要烧香，刚真的被吓到了，真的吓，对不起，没事，哦，切成蒜片，好，上班了，真开心嘞，直接上工，一来就上班。这个游戏是比的是营业额嘛？对，不是利润嘛？不是营业额，所以就代表说我们成本多高都无所谓。是吧？我们成本真的很高、啊。对，因为最后我们营业额赢了之后，我们会把对方赚的抓过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只要赔本的范围是对方营业额的范围以内，我们就不会亏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这边赔一点没关系，但是赚对方的钱。没错，我们重点是要把营业额做高。所以我们等下不卖大肠包小肠，我们卖什么？大肠包手表这样子，一份10000块。我说真的，卖手表？你的手表吗？对，我手表。然后妹，你带单很多了吗？没有，但彩花姐也有，彩花姐的鞋子也捐出来。大肠包鞋子包啦，大肠包，大肠包包包包大肠、欸。这个可以，这可以耶，这可以耶，是不是？装满可以到40万了，这有点利润呐、啊，不然真的是，对啊。费时间又没有赚到钱，没有意义啊。嗯，原本就是想说，哎，彩花姐可以出去帮客人按摩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是没问题啊。好比说，她可以选，她如果中了，她到底是要彩花姐帮忙按摩，还是要听我讲笑话 ？OK， 还是要与薇合照，还是嘻嘻抱抱？哦，没有时间，与薇合照或者嘻嘻抱抱。那个要，因为我们那个烤的真的是烤的很费时间，我不能离开啊。他一做定金哎，我觉得与薇有点太紧绷了，所以希望等一下有办法，在不打扰他的情况之下，增加一些额外的收益。你跟伯恩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有些行销上面的想法。可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做到哪个程度，你听听看可以吗？好，我在想说，可不可以开放有一区很像动物园，然后大家可以很远的地方跟你们自拍。哦，你说就画一个格子，他们可以在哪，对，然后拍得到所有人。对，然后我一次跟他们收30块，这样可以吗？合理吗？合理吧。30会不会太便宜？太便宜，50。对啊，好，50，说其实大开口可以吗？可以做一个，因为有几个1、2、3，对啊，我们5个人，一个人才10元也还好吧？我也觉得。然后如果他们要录限动，就变100块，禁止的50，然后会动的100。因为反正是做爱心嘛，这样子。对。那我觉得好像可以。好像可以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好。1、2、3，我们这个等一下给你哦。我等一下会卖 fast pass 哦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我会拉两条。小天这边有刀，一条是可以插队。今天就授权给他了。这个他想怎样就怎样。这个号码牌啊。加20块不用还回来。
天要跟我们 PK 的我们鹿港的社区妈妈队，我们两队呢，只要谁赢的就可以拿对方的营业额一起做爱心。只是说哪一队会赢？是，只有这样，这么简单。你们看哪一队会赢呢？我们非常有信心。妈妈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们不是会那个加油加油加油吗？来一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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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自己加油。社区妈妈队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这一摊开摊了，两个小时，来排队，来请来排队点餐点餐哦。有没有要买 Fast Pass 的？来，哦，哎，太好，你看果然有，来先出来，先出来。你好，你好。快速通关，请问你要什么？这位大哥，我要六份套餐。六份套餐。啊，你要去装茶，你不要忘记哦。我这样比较快。你好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套餐。好。公关加拍照，也就是如果买拍照的话，就可以在那个区域里面就无限制的拍照，然后你会得到一个贴纸。如果有人去找你查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区域？”你就说：“我有贴纸。”哇，你要记起来哦。好好，我会记，我会记。你好，拍照。好，一份套餐。好，有要其他的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起码你有好的叫我。好，十号两个套餐。姐，你先帮我盖盖子，现在没有餐可以出。谢谢。好，两份好喽。好，两份好喽。I'm coming。谢谢哦。好。姐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开另外一线？一组100，你帮我直接这样买，然后直接你直接这样。来来来来，我跟你去。起码吼，下河西起码提是安强三斤一百，三斤一百。来，有要买牙签来，有要买牙签，三斤一百。现烤的，现烫的，来这位教授阿姐，好来，一百，又来这位马三斤，遐弟弟马三斤。谢谢烫哦烫哦，谢谢。三斤一百，来这位美丽的小姐，美丽的小姐来。三斤安强，安强，好烫好烫，谢谢。大帅哥，右手边。来，谢谢。最后一组，最后一组。准备了几周？最后几周，三支烟枪是八块，做爱心。来，来，这位大哥，大哥，来，多谢你爱心。好，来这边要摆是套餐哦。妈妈队结束一届喽！齐华结束一届。哎，是，这边的还有还有啊。哎呐，呵，大姐。笑太多钱，紫山河紫山那里全部有没了。对，这里是好的吗？对对对对，站在齐老板要钱。我跟你讲，你用竹签串起来，竹签给它圈串起来，快快串起来串起来串起来 ，N 强 N 强，哦，就这么保护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限量版的，限量版的嘿，这个是150的，这个香肠是有加高粱的。有记啊，好不？150好不？哪行的拢有？对，好讲哦。一个饮料是2袋吗？干木拿，干木小弟的鹅肉，哎来。来这边好，没有，我要跟你搭。欢来，这位阿姨，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好，来这位阿姨，胖哦，胖哦，哎，150哦，对，150，哎，对，来，现在没饮料，没有饮料，好，那你简单说170一份，好，好，哇，一份，干嘛？一份，哎，170就好，哎，对，170，谢谢。好，前面还是带走。所有赚的钱全部捐出去，也不是放到我的口袋里面。对，所以这样多，哎，谢谢，不用。你看我这位妹妹，哎，我打call米糖，来来来，谢谢啊。要米糖加冷荤啊，哎，米糖加冷荤，哎，加一包加两包加掉，来，冷冷荤叫我怎么叫啊？米糖，米糖昂了味哦，米糖昂了味。好，能多给一份。风好大啊！这里好，先出最后一份了吗？可以可以，都要挤出来了。这些这都可以出的，请啊，这都米肠综合，这是综合综合综合，对啊，这都综合香肠综合米肠要来了，在 Steven 手上，这都综合。米肠都大姐来，现在还有香肠，大姐大姐，还没来，出一出两只50，出一出，我要快点，哎，最后两只50了，两只米肠50有没有？要两只米肠果上果上。来，这位姐姐，米糖，谢谢。来，两只五十，来正常，正常，正常，我起来了，继续，继续，来，我要米糖，来，米糖，
来啊，两只五十，两只五十，快点！这个有博恩的签名，快点拿，谁要？两只五十哦！快啊，这里，等下。你要枪打还是你打？还是你两个都要？100，好不好？好的，100，够，这样。好，来，你下来。谁？来，要拍照，来，100，快。手机呢？对，要对。谢谢。你要买什么？米茶，好，那我们时间快到了，谢谢。快点。谢谢。最后一分钟，白动作。没了吗？好，有啦有。笔来来，胡宇威签名在盒子上，现在神经病了，快笔嘞，笔嘞，150，200，胡宇威签名的两百，对，3534，23700，23710，23710，哇！哇，好吧，这个都算了吗？算了。大家2372，我们输了，我们这还输，怎么可能？对啦。不好意思，我算一下，嗨，咦，这不是剧本 C 的哦，没有 C 哦，这里有11张，3万1啊，31495。其实我觉得伯恩今天做的非常多的事情是大家没有看见的，让大家等待的时间其实缩短了非常非常的多，然后也没有那么的无聊，让来的客人呢可以玩一些游戏啦，或者拍拍照啦，用最便宜的价钱呢，然后来增加我们的营业额。